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这里是郑州市惠济区绿园路的惠济村附近，这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羊蝎子大骨头。这家店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，这儿的大厨是一个90后的大美女。在俺开店之前，我是跟那个辅导班当老师的，老公是跟那个医院上班的。这个工作也挺稳定，两个人加起来也一个月收入也能有7000-8000块。但是我这个人就是那种不是那种享福的命，比较喜欢挑战。生活过程中是没有是没有父亲的，没有爸爸的。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吧，父亲他像一座靠山，因为从小缺乏那种家庭的那种温暖，也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父爱，就是俺俩是闪婚，然后我也没有要他家一分钱彩礼，而且刚结婚的时候双方的家庭条件都不是老好，也又想得到一些更好的生活，感觉在那点死工资就是不能满足自己的一些愿望和开销，所以说俺俩就都辞职了，一直在干这个餐饮。俺这店里边现在所有的项目基本上就是厨房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，配的大姐然后给我打下手，就是夏天忙的时候有时候屋里屋外能做个30桌左右，但是我一个人在厨房也能忙得过来。这我一直相信的一句话就是，小富靠勤，中富靠运，大富靠命，然后你的家庭成长环境也摆在那儿，也感觉也没有那个运也没有那个命，但是你又想过得更好一点，那只有靠勤，反正勤劳能致富吧。俺在做这个之前，俺都是那种啥也不会，但是我一直相信一句话，你不会你可以去学，你学一遍不会应该多学几遍，反正中间嘛也遇到了有一些贵人相助吧。俺俩一步步走到今天都是靠俺俩的共同的一些努力。之前俺在外地，包括我怀孕过程中，从怀孕到生我是一天也没有休息过的，每天都在店里边忙。反正经过今年的打拼嘛，反正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反正俺做这个餐饮一天也能卖个6000-7000块钱嘛。通过俺这些年的努力吧，俺在老家也是买了2套房子，一辆车，反正日子过得还算可以。但是我这个人闲不住，俺来郑州这边开这个店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了嘛，这个生意也比较稳定。恁店里边没有雇厨师吗？没有，之前雇的有厨师，但是像这种夫妻店来说，你雇着厨师，你工资高了，你出不起，你搞了半天都是给人家打工的，有100斤左右吧，然后一天差不多2锅吧，中午一锅，还有一锅，反正到旺季的时候能卖个1万8000块钱吧，然后就是淡季就，最低也差不多5-6千块钱吧。因为我在这个摸索过程中，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比较适合自己，而且又让自己不那么累的一种项目。因为本身俺俩都是那种非科班出身，都是半路出家，也没有学过这个厨师培训。这一锅卤的是羊蝎子。这羊蝎子它为啥叫羊蝎子？它其实它就是羊脊骨，它就是它就是弄了之后这一块比较像蝎子，所以说它就叫羊蝎子。接触了这个大骨头之后，觉得这个大骨头挺适合俺这种夫妻创业，然后它没那么复杂。它这个你只要叫那个料都配好，那你卤好了之后，不管再忙，你就可以卖了，而且它就是上菜比较快。比较省事也比较省力，因为这个比较简单，是不需要那么多的杂项开支。因为为啥俺店里边卖这么便宜？因为你叫这些你省下来的这些的厨师的费用啊，让利给顾客，然后这顾客他吃的开心，吃的好吃，然后经济实惠，他为你的客源他会源源不断的。开店容易守店难，俺自从做这个餐饮了之后，每天早上都是7点起来，然后去买菜呀、洗菜呀、挑凉菜呀。干这个店到现在几乎就没有休息，一天也没有休息过。你这个老汤它是需要每天都要保养的，你如果你3天大鱼2天晒网的，你卤汤就都保养不好。羊蝎子，中味大骨头。
有时候可能会熬到一两点，反正也比较辛苦，但是你的收获都是跟你的付出成正比的。你付出的多，但是你收获的多，反正这个比上班它是要强太多的。你上班你只有拿一个月三五千块钱死工资，但是这个你可能你有时候你一个月的收入或者两个月收入，你可能就顶上人家一年的收入了。所以说你的付出跟你的收获永远是成正比的。俺大概是七点多快八点的时候来到他店里了，本来想专门尝尝他家羊蝎子了，但是羊蝎子老板说第一锅已经卖完了，然后第二锅还不太熟，有好多顾客都是专门坐到那儿吃凉菜，等了一个多小时，羊蝎子还没有上，然后老板专门用高压锅压了几份，所以呢，羊蝎子没有要了一份，等于是别的桌的顾客匀点了一个，就要了一个羊蝎子。他家羊蝎子是卖30块钱一斤，大骨头是25块钱一斤，然后我们要的是小份48，送了两个凉菜。现在咱俩尝一下。基本上就是五香味的，不是很辣，这个也比较适合大人小孩都可以吃。它这个大骨头还可以涮菜，它夏天送的是凉菜，冬天送的是涮菜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蝎子的味儿和这个大骨头的味儿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是两个人吃了这一桌花了是60块钱。其实现在大街小巷的这种饭店呢，真正能生存下来的还是这种夫妻店。之前没有来过这个店里的时候哈，感觉如厨师都是男性，和女人没啥关系。但是今天到他这个店里边一看，真是颠覆了我对厨师的认知。一个90后的美女，一个人支撑这一家店，支撑这一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微，这边是河大仁和公寓附近。这边有几个小摊位卖的小吃都非常的经济实惠，现在咱去看一下，买点卤面吃吃要不。卤面是吧？嗯。咋卖法是？就6块，6到10，6、7、8、9、10。6块到10块啊。对。那个7块钱的是咱们七块带个肉，是带肉菜是吧？不是，素的都可以成，肉的自己选一个。哦，中，那你给我来一份吧。哎，有啥要求你说啊。好嘞，尽量达到满意。猪肉、土豆，都来一点吧。嗯，可以。哎，你先直接成50块啊。这卤面跟哪儿的都看净菜。卤面的便宜嘞，你要啥肉？有红烧肉，有五香鱼，小猪肉。哦，要一个这吧，要个这个鱼吧。啊，等于这一盒是7块钱是吧？一盒带一盒主食，一共7块钱。啊，带一份那个卤面。哎，对，你要卤面都要米也行。哦。嗯。我要卤面吧。问你加哎加把香了啊？来一点，切丝儿，切什么五？青菜。等于这都是几十种的菜了是吧？嗯。什么？豆要不要？啊？豆。要了吧？嗯。辣椒不敢吃吗？那是光卖中午不卖晚上吧？对，做一阵。哦。这一共带菜带米带卤面是7块钱。我刚才查了一下，它这个菜的品种至少都有，给我称了有12、13种，然后就是各种菜都有。它这个
菜味儿炒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里边有嫩味儿的，有鲜的，